家上午好，老板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刚刚好。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老板的生日，然后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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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应该是我陪他过的第二个生日了。就是关于送礼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慎重，是吧？送礼物一定要送的就是对方，看对方没有什么，看对方需要没有，挖你一定要送，我送你一定要送的对方就是有用的支出。然后我想了想，就是我老婆没有什么呢，想一想，你看我们家猫也有了，狗也有了，然后车也买了，还缺什么？我觉得缺一个家。那虽然他跟我说就是有我的地方啊就有家，但是我不能这么想，是吧？所以说我决定就豁出去了，就拿我毕生的积蓄，然后准备送我老婆一个小本本。你开心吗？开心得很。对，准备送我老婆一个小房房。然后我们现在去看房的路上，如果今天能看上啊，我们也是有房房的人了。我要大房房，我不要小房房。送你啊，扑克牌都逮到了。这个就是未来小区的样子吧？你看那里是泳池是吧？这里是泳池是吧？嗯，这是个花园。对，绿化蛮好。穿这么大的衣服，你的腿的。来，等我看吧，师傅跑那么快，小打腿儿。这是在新建的，啊，跟屁股扭扭的。你再蹦一下，不然我看不到你的腿，蹦一下。这就是大泳池啊，小区里面的。你看看，我都站过啊，站过。进来了，这是一进门是吧？炸苹果。我来给你看一下，这洗手间啊，哎，这个是一个小卧室，可以弄成书房的呀。它这个都特别，这个厨房，它交房是精装修吗？这是客厅啊，它那到最后这个是个飘窗吗？真的很丑，这是卧室主卧。那我想知道主卧带阳台的啊，这个就是游泳池出来是吧？哦，这个是几个？这最小的那个是吗？你看这个厕所，我看一眼看一眼，这样的，这是个衣帽间洗手间。耶，小彩，你看这是个衣帽间，是不是？这个可以放我的包包。对啊，我刚就是看洗手间就不够给你放浴缸的，再看看嘛。你想跟我一起洗澡啊？这个中间套，这个厨房，对，这是客厅。这个是卧室，也是三室的吗？这个洗手间也不能放浴缸呀。哇，做这个都有两个厕所。对啊，所以说呀，它这个中间套。可以再看看。书房可以当工作的地方。书房都可以当个房间了。看看最亮的一个户型。小短腿儿。这个一进来，鞋柜。这是四房的，对，这是个书房。这个厨房，那我怎么觉得就是这个一进来，对啊，哦，这是卧室，也是阳台。呀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真的小猫咪啊！啊，你过来。啊，你过来，你看看。我以为是真的小猫咪。吓我一跳。笑死了。咋的呀？啊，真的。这个怎么着？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卧室。哦，这有一个衣帽间啊。不行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房间就算大，它也放不下你的浴缸，还不如选小一点的。对。对，我觉得就刚刚那两套，你看看嘛。就这个小菜的，我们小菜的，我们俩做啥不烧菜呀？我们现在烧菜啊，所以我
们看了这几套，就跟我们之前看的虽然说都差不多，但我觉得差了一个要求，才浴缸是吧？啊、哦，你的洗手间摆不下你的浴缸。你得买那个了，你得买200平方才有浴缸可以。没有，我们上次看过100多平的就可以放下。有个130还140的就能放下浴缸。对，至少得。这个还有小的放不下的呢。你觉得呢？啊，买边边上买中间都可以，看它。我觉得都可以，反正最后都这样，都差不多。对，恭喜老板，要装的，恭喜老板喜提新房。10分钟买房是吧？对，真的是10分钟买房啊！有魄力，10分钟买房，有魄力。羡慕你也发房了。我先出去。付了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吗？采访你一下，开心吗？你看什么房子？三万多。谢谢妈妈，你刚刚说的好嘚瑟呀！呀，他出了50万，我这出了6万不就了？我们以后也是有房的人了，家的样子都想好了。你真好看，我也觉得好看。啥？我吹好，别丢了。2008403，2008403，2008403。买好了吧？好的。立马。太速度了，速战速决，一趟就买了。老板。谢谢老板啊！我只要花了6万块钱买了个房子，没有，还是我无能，让你出了6万，对的。那你刚才给我6万，我就1分钱不出了。啊，我给你了6万，我就没了。好了，买完了，回家睡觉去。走，回家睡觉去，开心吧，开心，没开心也好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回来了。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爱惨你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你知道吗？我愿意倾家荡产去送一个人生日礼物。所以说你对我来说，所以说你感动不啊？你要问我感动不？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你有一个让你送礼物的人，不要哭，不哭，乖，我幸福，我幸福，我幸福，真的。所以说啊，你一定要好好待我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待你如初恋。